Top Sports。109年全国羽球团体锦标赛火热开打，男子甲组首战由河库 A 对上土银 B， 第二点由王子维出战罗国训。开局王子维以15-21占据下风，好在后来状态回稳，解除危机。后两局以21-17、21-19惊险拿下。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把自己陷入一个困境之中，对，然后我觉得是自己造成的问题吧。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一开始的心态还没调整好，然后因为场地也跟平常训练的时候不太一样。今年寻求2连霸的河库男团，在第一场比赛就顺利抢下前三点。平常善于强力进攻的王子维，训练时除了加强比赛不足的地方，未来还想尝试不同球路，再为河库拿下胜利。我自己设定就是做好自己下的每一场球，对啊，然后是希望可以找到自己的节奏，然后打出一些以前不太敢打的球路啊。想知道更多羽球比赛的资讯，记得锁定羽球战战报。